要带大家来好好看看啊，这个电动车，高性能的电动车，哎，现在呢帅到破表，有没有？你看到这个 Taycan 啊，这个 Turbo GT 保时捷最强电动车真的很厉害，而且除了保时捷之外，其实呢很多车厂都推出了这个非常高性能的一个电动车，非常厉害。我们今天特别请到钱毅大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嗨，大家好，主持人好。是，我们知道这个保时捷啊，现在已经推出了这个 Taycan 的这个 Turbo GT 啊，其实比较特别的是，他特别有去跑了一次这个纽柏林。那纽柏林呢，在之前。其实你知道第一名的这个电车是谁吗？就是那个我们 Tesla 的这个 Model S Play， 然后特别有改了，然后去跑。那总共成绩呢？其实这个 Taycan 的跑完哦，它总共成绩是7:55，那其实比它快了蛮多的。对，那拿回了就是说最佳操控性的这个保时捷的这个招牌。那我们知道这个 Taycan 哦，它这个车型其实对于保时来讲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曾经一度这个保时捷它的销量是靠我们的这个Macan 跟这个凯恩的这个休旅车回来，可是它当家招牌。其实它的911，可是911呢，如果它孤注一掷直接做电车哦，会比较有一点点风险，所以它就另外设计了一个Taycan，那想不到大获成功，那这个已经是它的另外改版了，因为它的马力哦，这次已经到了1100匹，而且0到100的这个加速哦，来到了2.2秒。2.2秒多快？你就数一下，它马上就已经零到100，一二就飞了，这样对，就已经零到一百了。那极速可以到305哦。那我要讲一下，就是说这台车比较特别，是它是唯一目前一台配备变速器的电动车，就是说它在开起来的时候会比较接近我们有换挡的那个感觉，比较不会有那种就是单纯电动车好像在开高尔夫球车变得很快的那种感觉。它还是保有它的操控性。那它的之前最大的劲敌就是 Model S 的 Play 的这个车款。那相继其实它的两个课程现在已经完全已经拉开了啦，所以。会买保时捷Taycan的这个客人是比较注重它的操控性跟那种感觉，虽然它的加速还是比 Model Play 差了0.1秒，那个是2.1秒，它是2.2，但是没有人在乎这个，我们在乎是整个在驾驭的那个感受跟底盘的回馈会差很多，而且它这次还出了一个轻量化的套件的版本，那所以这次呢，其实售价就来到大家可以看到1048万左右，可是我跟你说，这个车进来其实还是很多人会买单，真的非常多人会买单，对对对，对，这是保时捷，那另外 BMW 也推出他们高性能。版的电动车，对，因为这张照片呢，其实它是被这个刚好被拍到了。那我们知道 BMW 它的 M 的 M Power 大家有听过吗？它是它的算是它家的招牌。如果没有 M Power， 大家可能很多人就对于 BMW 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那这个呢是为什么会那么的特别？因为它 M Power 这次是首次推出高性能的电动车版。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讲回说宾士跟 BMW 它两个的策略其实不太一样。宾士你会发现它是重新做一个新的，有点像Taycan的做法，重新做一款，我不影响以前的。旧的 S Class 的这个油车的部分，可是 BMW 它的是反其道而行，它是把同一款车 M 版的，它有做油车，也有做电车，直接把它变电动车。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他对自己非常大的一个信心哦，认为说我不需要另外再做一个不同的车，然后来测试市场，我直接就给你做电车。而且这一次这个 M 版的，它最特别是因为 M 版以前的特色是什么？就是它的后驱的那种操控性。那它现在电车呢变成是4颗马达去做驱动，那马力其实来到大家可以看到来到1341哦，以前我们都还在讲说3-4匹马力500匹，现在已经到1300多匹。重点是我觉得它一定会透过它的一个智能系统啊去调节，然后可以把它做成就是以前 M Power 的那种操控的那个感觉，而且它这是4轮驱动。加上这个 M4 的 CSL 的这个同款双引水箱我觉得这台车绝对会大卖。但是价钱，我觉得我预估啦，因为价钱未定嘛。对。现在的 M Power 差不多售价就是差不多在600万左右了。那它改成电动版？我觉得改成电动，它其实应该不会加依照这个 BMW 的策略，像 i4 啦这些不会差到太多。它其实价钱应该会多一些些，对，让大家接受度可以大一些这样子。OK， 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直接大改的，我们来看这个 Austin Martin 哦，它这款大改了之后。大家评价怎么样啊？这一款其实当时候它我们车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有去看了，它基本上我们称它就是一个艺术品了，艺术就是一个艺术品，因为 Austin Martin 它现在艺术品是称赞还是什么？是称赞啊，是一种称赞。就是你进到它的车厢里面，你看它所有的那个皮革啦，那种包覆感。虽然它这台其实是我们的 V8 的引擎啦，那它马力其实已经来到了665匹哦，而且它有这个主动式的悬吊，所以它很舒适。那我觉得。这一台虽然是1168万了，可是我敢说，就是说油车跟电车的内装现在比起来，我们所看到的还是油车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它里面的一些车缝线啊之类的，虽然你感觉好像在科技感，它萤幕没有那么的大。
一个像现在的新的车，可是它里面的质感跟那种摸到的皮革跟那个坐到的那感觉，其实在我们很多的买家里面，其实油车大家还是会非常非常怀念的、哦、而且它的开起来驾驭感受的那个引擎的那个咆哮声是电车没有办法来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我觉得像它改款之后，而且它跟它的一款这个经典的这个177的那个车哦，它基本上是取决于它的元素、哦、像你看它的前脸的那个进气口的部分啊，它会把它的那个撞风更加加大，因为它 V8 引擎，所以它这一台的散热其实会更好、嗯、而且你开的这台车我觉得是一种可以收藏的艺术品啦，艺术品哇，这个要收藏这个不简单，哎、欸、这个比较可以收藏了看190万的这台、这个拿来做交通工具了，不用收藏对，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因为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代表，就是说因为它这个道奇这个品牌哦，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专注于美国的一个肌肉车、哦、大家有看过那个飙风再起吗、哦、那以前它那个光头那个唐老大有没有、哦、他开的就是道奇的其中一款车，就是 Challenge、哦、叫挑战者，那它里面就是那种哦 V8 V12 再改到说哇大马力踩下去那轮子会空转冒烟的那种感觉、哦、所以这个车子呢它现在也有走向这个电动车的趋势，代表整个世界的这个美国人的观念也慢慢有在改变，而且它这款车比较特别，是它有出油车也有出这个电车、哦、所以我们现在介绍这个是 EV 的部分，那它这次的续航力哦，其实可以已经它上面是写说续航418，其实它的官方公布是来到了500多了啦，510几了、嗯、那它唯一的这个要取决就是它车重比较重，你看因为它电车所以到了2.6吨左右，其实蛮重的，不过它的0-100加速还是有3.3秒、哦、对，而且这个车呢我觉得它目前它正要翻转美国的用车概念，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沿岸哦，大家对电车已经接触度很大了，可是在我们的这个中部的部分哦，还需要这些车来慢慢来大家做转换、哦、那美国人更加能够接受电车，他们本来就喜欢的车然后把你改成电版，是没错，这样子 OK 对，所以呢今天非常谢谢钱毅哥、哦、来帮我们介绍了一些这个最近哦这个很厉害的性能版的一个电动车，让大家来开开眼界了。